安安，大家好，我是谢子王，欢迎来我的频道。今天呢，就接着我上次那个吧，然后我们直接开始吧。张杰是那有过啊，大哥、大姐们，大哥们还有小姐们，许清猫作为辩护律师站上了法庭。那么，辩护人许清猫。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被告人案是在16:10到17:00不可能继续犯罪的？我请问了上前，看着仔细吗？太痛了，太痛了！就这样这些吗？就只有这些吗？很抱歉，被告人的亲属或亲近的人的证词是不具有可信度的。辩护人指控猫，你很有可能在包庇被告人啊。经过调查，你和被告人的关系还挺不错的吧？确实，这还算是对不起你了。哎呀，你看我这手快，究竟不是无罪的。你为什么伸出手？紫君猫突然向我伸出的手让我很疑惑，不过原来是指向了我身上的东西。啊？图书馆管理员只是他，紫君猫点了点头，从我这里拿走了几份日志。打开了5月14日的值班表，值班栏指向里面的记录，记录事件，并说道：“那天事情后，不知道谁把书架上的书弄得乱七八糟的，是案例师把书架整理的。”徐妈妈所指的记录栏写着：“虽然有些恶作剧，但是已经解决了。”哦，原来如此啊。也就是说，被告人爱丽丝是为了整理书架而离开柜台喽。所以证人睡鼠学习时间正好与被告人爱丽丝整理书架的时间不谋而合。你想表达的是这些吗？是的，当时我有上柜台报告后，那个时间是12:54。原来如此，但是能够证明被欺负的真相吗？我不要再讲点了，太浪费口水了。就这么唐突的说是恶作剧啊，那也有可能是周伟正啊。这现在怎么证明呢 ？Oh my god！ 你还有什么证据吗？被告人神奇爱丽丝。这在事发当时，恶作剧就已经开始了的意思吗？如果可以证明，不可以的话，不可以证明。哦，那就证明给我们看吧。证据，我没有证据啊，但这样下去会成了替罪羊了，要想想办法。啊，不能啊！这个，这是，这就是在图书馆那个。
但我是笨蛋了吗？我这个检察官是不是脑子秀逗了？能不能说了没发现这什么解释吗？行，我再想啊，想想。这个，我随便答案。哦，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怎么？我不能自暴自弃啊！谢谢。有了，就是他。谢谢。这个。先前我在图书馆梳理书之间发现了这张纸上画了五只乌鸦，这个就可以。看来还是不行。不行啊，不，我一定可以让他跟放啊，让好好想想。突然，一看到的检察官笑了。哎呀，太好笑了！完全搞不懂有什么好笑的。要是能见到这只猫的话，一副忧愁的表情。哎，那你是什么？哦，是鼠。笑了一阵的一看到检察官含情脉脉的说。你不是在什么事、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提供了这么半个时间作为证据吗？那难道不对吗？那你知道这笔记的意义吗？你说说看啊，这到底是什么？这个笔记的意义。哦，花费好大哦，这个精神力。做案计划本的故事哦。不要，他刚刚笑。哇，这是。哎呀，你知道啊，好奇怪啊。算了，果然还是有欺负案件吧。这只猫也点了点头。这是犯人开玩笑。玩笑？那伊里克莱多时期暗示乌鸦的英文怎么说？Crow 啦。OK， 大家如果你们不知道英语的话，是可以啊。Chicken， 这个第一个 Chicken 就是鸡 ，Swan 就是天鹅 ，Eagle 就是老鹰 ，Crow 就是乌鸦。所以以乌鸦用英语来说的话是这个 crow。看来你英语还是在努力的学习的，值得表扬吧。虽然我电视来了，但好像被当成了傻瓜呢。我看了看橘橘猫，橘橘猫给爱丽丝看了看她在乌鸦方面。Five crow， 不发音辛苦了。是嘲讽为他们收拾乱上这个后和我的上去他了，还故意说了句辛苦了。哎呀，笑了，就连这个书签你们都没办法想出居然想到什么，还是能作为证据吗？还有看被告人和辩护的样子，好像应该没有想出这纸条要传达什么信息。但是当然了，这到底是谁干的？真有趣，真有趣，看这次审判真的太开心了。抱歉，没什么，看在这么有价值信心的份上。就被摘信，几乎被告人了。哈哈，那么接下来红王，我已经相当满意了。王，你的意思呢？就以这个理由来想判决可以吗？没有人红王生气吧？一边想着，一边慢慢的抬起头。好哈，刚才的红王确实是在想，现在
现在要宣布麦克尔才是爱尸犯人啊。麦克尔无罪。无罪耶。听到这句话的那一瞬间，心头的一块大石头也就落地了。多亏了这句话的支持啊，看到我开心的笑容，这句话也开启这笑容，就算了，像是那种辛苦了，你最棒了。那、那么这场神级审判是要结束呢，还是要继续呢？这就要看你的时间而已。伊卡尔姐悄悄笑了起来，到底什么事？失恋了吗？安心了吗？就这样让自己随便了，不行，还有，不能就这样子，就这样子里，啊，不能就是，哇，哎，还没完呢，再找看就是把电视啊，像是白衣的温柔女子坐在转椅上，前面站着一个女孩子，小学三四年级左右吧，白衣女子很温柔的问。你知道些有关于青春美同学的事吗？我不清楚。你有见过他脱下手套的时候吗？见过几次。是吗？比方说有伤，有奇怪的伤，或者是指一块奇怪的地方有吗？没有。这样就好。那还有没有跟你说什么些什么？没有，我们在一起只是很快乐玩耍而已。要说是我的话，我会跟你和你说的。哦，是这样，不好意思了，问了这么多。老师，我们约好在公园见面，我可以先走了吗？好的，别带我回家喽。知道了，老师，拜拜。哎，我可能会忘记了嘞，我跟你说说，这个女孩子好像拒绝了这个大人。这个孩子，莫非他是日记猫？这已经是从他开始的一样，他在自己不知道，我醒了过来，而且情况在台上啊，你终于醒了，哦，能醒来真是不容易啊。不过你想，你睡一下是不是有点大？然后呢，看着自己就是自己口水灌不住了，不过还好，还没有到丢脸的地步。有没有清醒？这我不能决定的事情啊。你这句话有点懵了。不过我在问他的技能，我知道。南俊明爱就是俄军的，真的是太好了。对了，现在发生很多事，但我可以这边我没有算了的。这样，我就是喜欢的啦。我们是恋人了，这全都 OK 了，直心弯了。如果要是没有直心弯的话，我可能就已经要白相着了。谢谢你，直心弯。哎，本以为纸巾猫会和我一起分享快乐的，可是他一脸严肃的看着我。纸巾猫，真的吗？哎，二弟是这个没有上的吧？是吗？哦，这叫谢谢啊！哦，让你今天的恩不是差不多到这里了。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到左下角的小站右上角点入室电脑房。如果是手机版的话，欢迎到左下角小站右下角点。这是观众频道，全是观众的话，我们下期 FC 再见喽，拜拜。